可以啊，待会回去看啊。嗯，不要。哎。我把这边吃了，我这个火腿肠吃了。对了，哦，我要包。啊。他知道有子弹了哈。那这是。看来就是大人过来也给咱两个穿错误在。在。但夏天这后穿了，就是后来咱大起光大大起。大起了。嗯。嗯，再放。对，就这初级蛋确实行。要不得，要了一辈子了，我这边。这里要是一辈子了。我给我十几块钱。因为这个花都没人摆出来。这个根子多。就干我饲料出来多少钱的？嗯。主要是干了不几下。嗯。我给俺这电话还给我打个电话。妈呀，你管啥？他欠啥？啊？欠啥？那可。对。没过来，对吧？真偷钱！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你看这娃娃悠悠的直接了，你看，哎。我旅游了，你看。这回就有点远，哎呀妈，给啥垫上的？啊？这边还有钱？那我半天，半天。你咋放的？你说这菊花还采的？再上个啥气球上？对，我在这东再找。你说这还找我？知道。这都干饺子，这是。要啥子锅子？这个要我火鸡，这个锅子了。哎。这锅子了。还有。我那个虾。这个不用了。你这不吃特别干。嗯，就是，嗯，别吃了。哦。哦。那别吃，白吃了吧。我那个舌头呀，啊，搁那就又成交到了呀。那这可大方了啊。你这吃啊？啥时候吃？你是这啥？得了，不吃啥？好几了。十六万，还十六万还？十六万。那是那干的。这铁子，吃哈端来，端来这也吃，吃好了这。俺这大爷这也吃吃，好了，嗯，行了。嗯，这下回不给多还得，该有浆水的不给倒点浆水，要得算账。还是能也来啊！这玩意儿边上去，这就是大爷打车，我边上去。这也算是。哦，这车子是鸭子算账的车。鸭子的。哎呦，做鸭子就是鸭子的吧？嗯。这都是还短点的了，打草还得一路。他这边吃，我给你弄点，不吃。哎，叫，哦，再叫，再插些叫。嗯，这边吃。
你有你。